大家好，我是小刚，这是一个十多年的老鱼塘，我估计的话，这里面黄鳝估计很多，应该少不了，全都是石头缝。这里发现一个石头缝，哦哟，哇塞，好多呀！看见没有？哇，两条还是三条呀？哇塞，哦，我的天呀，怎么这么多黄鳝呀？三条还是两条呀？看不清楚。哇，三条。大家是不是看得着急呀？别着急，全部都会掉出来的。先搞，虽然没蚯蚓了，逗一会儿。哦呦，空钩应该可以钓起来。先钓一条，先钓第一条，空钩钓到一条了。刚才空钩已经钓出一条了，现在再钓第二条。还是空钩。空钩钓第二条，哇，这条好肥，看，这条差不多有二两，二两足足有余呢，你看，嚯，二三两左右，好粗呀，你看，第二条呢空钩，已经钓了两条呢空钩，现在准备钓第三条，还是空钩。这石头缝里面，黄鳝真的是太多了。
哦呦哦呦，这家伙从这边来了。空钩第三条，太爽了！空钩钓黄鳝，一钓一个准。现在再继续搞一下，看还有没有。再试一下还有没有。估计应该没有了，太爽了。一个石头缝里面钓了三条黄鳝，难道是个黄鳝窝子呀？都是空钩钓出来的。哇塞，这个地点太好了，真的是一个十几年的老鱼塘呀，黄鳝真多。哎，这环境真的不说了，看全在里面，一个石头缝里面搞到三条黄鳝，太爽了。今天的视频就拍到这里了，喜欢小刚的视频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转发点赞，我们下期再见吧。